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耳饰。耶，这是耳膜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嗯，感觉快出来了。你看。我靠！怎么那么大一个？哒哒，这很像那个芒果干。最近侧睡，耳朵好像有点不舒服，我都压到有东西，抠抠抠的感觉。那我们去挖耳朵吧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看，其实你光这样子，其实就已经就看得到了。你可能开个闪光灯就看到。平常有在清耳朵吗？没有。哦，多久了？多久了？出生到现在是吗？半年到一年。好，来我看一下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耳饰。你看，白白的。那其实只是屑。咖啡色的那个。最大最那个。对。耶，这是耳膜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猜你们的反应吧，你们的反应有点夸张。对，这已经是耳结石了。哟吼，就是我。我有需要做什么吗？我就躺着。对，你就躺着就好了。好，你就做效果就好了。好哟。那我们前面先做放松的动作哈。好，我知道。对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了？对。没有。还敢骗我啊？要开始喽。好像有点硬。对，好像有点。我听到抠抠抠的声音。它完全都没有在动。它是那种坚若磐石的感觉。已经根深蒂固，是不是像是愚公移山了、啊？说够了没有？嗯，感觉快出来了。师傅，你不要抖啊！你抖了我会怕。你看，我靠！怎么那么大一个？就整个耳道都塞满了，所以它会变成是长的。巧克力，请你住嘴。很大声的那个，对，然后有一个又痒，它又不是痒，然后又不是痛，也不是痛，但是它就是痒跟痛的之间那边，我要跳进来啊，我要跳出来啊，那种感觉。这边有一根头发，头发长的吗？还是短？右边的头发。不是，可是刚刚先挖出来的不是耳屎吗？所以它是在耳屎的里面。对啊。再挖出其他有没有？个玩具的。是小蟑螂，已经太多了，但是舒服的哈，对。右边爽完换左边，是有点前面太软了。哇，很大，而且。你要想，我前面已经拿掉很多了，不然会更长。Oh no！ 里面还有吗？还有，周围还有些小。那是你的孩子们。哦，大。有看到吗？你以为它是什么鲜渣糖还是什么鲜渣果？不是，是我耳屎。哒哒，这很像那个。芒果干那个硬度，它有什么特殊的气味吗？不是，它那个它超怪的，就是有一点那个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乱说话，但是闻起来蔓越莓味道。Oh no！我们湿耳看起来它就是会有点亮亮的、黏黏的那种感觉，里面稍微多一点点。对，不过里面耳膜附近是很干净的。腿变好长，但是也长这样。那怎样才没有长？这样。你说你多少门清？一个月左右。一个月左右。这么干净，没什么。嗯。这么长，我觉得刚刚。
了。那种很酥麻的感觉，那种自己不会挖到的地方的感觉。可以摸摸看吗？你说耳屎吗？不是，我说耳朵，就变得很干爽。通常左耳会多一些些，因为我们惯用手是右手，所以你右手会右边会觉得比较好清，然后左边就会累积多一些。怎么了？啥意思？那种放松的感觉。这都是左耳比较多的。我不要。狠心拒绝。凤梨酥的馅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塞！哇，这真好吃哦！你真神奇，蛮奇妙的形容。